但是其实当时就是王子跟小美，我知道我这两个我要选到，但是我知道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同时都选到。后来第一天玩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选到他。虽然他有点别扭，但是别扭完了之后，我就是选完队长之后，我觉得他整个大转变。 阿姨，这是什么年代啊啦？哈，我是说你。
欢就是喜欢啦，然后是跟我真心的相爱啦。我不信，除非你两个人即马镜头我看。想再拄到爱情的歌手，算上话，把我叫出来是想做什么？焦曼婷是这样的，我想要的东西你抢都抢不走。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就是贺小美贺大哥吗？他会高兴被你叫贺大哥。我最欣赏的是我隔壁这位贺小美贺大哥。贺大哥。哎，蔡昌华，听讲你真喜欢阮贺翔小美哥了，是安怎呢？我，哎，你嘛喜欢伊吗？见朋友哈，气势没有啦，今天小杂梦，你就笑话了。淡水淡水，今晚最喜欢的主场秀，好厉害。拥抱你的人那是我，这条是我都不会走，我不会放开你的手，原谅我还是不成熟，都把话留在我心中。到红队为例了，外线篮板五比五平手，王品浩又来，不要放不要放，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，怎么了怎么了？拥抱你的人爱是我，这条是我的规则，我不会放在你的手中。我好难接受。你付出爱我的时候，拥抱你的人爱是我，这条是我都不会走，我不会放开你的手。原谅我还是不成熟，都把话留在我心中，太爱你才会让你走，只怪我想的太多。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，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，你消失了，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体会了，不痛着不笑着走了，我们约好了要比我快乐，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，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，不太努力的我们最后永不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，不会动情别可怜我，受伤的我究竟需要一个人多少年去度过，我不想说你不会动情别可怜我，谁说我一定要永远笑着，我不想